这球出棒三垒方向界外球。哦，界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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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少见了，这种安打很少见了。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过了。原本都已经讲界外球，但这个球又弹了回来，而且是在垒包前弹回来。但是三垒审第一时间好像是判界外，那主审赶快给他更正啊，说这个球是在界内。不过这个球其实全场人都傻眼了。这个少见这个是百闻不如一见的。我们带大家来看慢动作了，打在这个草皮的红土缺，哇，正好一个转折，哇嘞，这个真的是长那么大第一次看过。哦，石志伟啊，鸿福齐天啊，哇，所以说厉害厉害，这个球也能够成安打。是，你看这个球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原来的位置多少，正好在垒包之前了，就转进来了。在垒包之后是界外啊。没错，关键在这里了。